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冠有些地方啊，一个人去啊比较不好，<laughs> 为什么？看到别人都是呃成双成对，自己啊行之影单啊，总会有一点落寞的感觉。其中一个地方就是巴黎，巴黎代表的就是好像哎那份罗曼蒂克啊，那份的一个浪漫。 哦，塞纳河流经的一个地方，看到那些桥啊，上面又有着新心锁，彼此啊承诺着未来的一个状况，你总会觉得一个人在那里不好，其实也不用想的那么复杂、啊，呃、哎，还蛮不错的。因为你想复杂以后，你会觉得，诶、哎，这个其实它一点都不浪漫啊。为什么一点都不浪漫？你知道巴黎这个凯旋门啊，不在这个地方，凯旋门相对对应出去的那个路都非常宽呐、啊。 是非常宽的，而且都是这样放射状的。哎、欸，你说规划的这么好，是很好，没有错。那为什么这样规划？讨平叛乱比较容易啊？你哪一个区域有乱、有这个呃叛乱发生的时候，他那个国家军队就赶快开过去，速度很快，骑兵马上就到的状况。所以他的一个道路的那样的一个先。 状的设置是因为这样子啊啊浪漫一点可能是这个巴黎铁塔，这个确实呃、啊、巴黎铁塔给人家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啊啊这个非常优雅，可是，在当时啊也引起了巴黎市民的啊愤慨。 你说这么美丽的城市，你给我建一一个这么奇怪的一个东西，它一八八九年呃来呃建设的，所以当时的很多人对它的一个呃这个观感未必是那么好，也、呃、有些画家把它画成那样子，好像是狰狞的怪物一样一样啊。好、哦，我们脱离那些很复杂的情绪啊，哎、呃，大家一个理性的一个问题：埃菲尔铁塔的高度有多高？ 可是你说我怎么会知道这个高度有多高？那没关系，不知道也没关系，待会儿跟大家报告一下它的高度啊、呃、是有多高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呃表达那一份呢、啊、呃这个时代的一个呃当时那个时代，它是一八八九年呃建立起呃起这个埃菲尔铁塔，然后它的高度维持着世界第一啊，蛮久的一段时间呢、啊。 多久也待会跟大家报告。这巴黎啊，这个也是啊，这个社交的一个场合非常多的一个地方啊，彼此之间呢、啊、就有很多的口语啊、俄语啊会流传的一个地方啊。社交就代表着一定会谈话，谈话一定代表着八卦，八卦一定代表着有人爱听八卦，一定代表着很多的讯息就会传出去的一个状况。这是呃，这个法国画家杜米埃啊，啊、呃。 这个非常有趣的画作、啊，他就很喜欢捕捉那个小人物的脸上的表情。你看看他那个，好像听了这个这个奇奇怪怪的那样的一个新闻以后，哦，非常开心的一个状况。所以到底呃，男人婆显然也是长泽妇的一个状况啊，这个是男女生皆有的那那样的一个性质啊。而且、啊、这个这个情形也未必只有法国有，这个美国的一位画家叫呃伍德维尔。 他也是十十八、十九世纪末，呃的一位画家，他画的你可以看得到，他看到这个也是，这是两个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在谈一些事情的时候，一样，哎，都会在呃某些。 特殊的场合比较有隐秘性啊，餐厅也是比较多的一个状况。这是在美国那时候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啊，他们在一,一家餐厅里面来谈一些哎、欸、国家的一些事情啊，这是美国。再回到杜米埃，你看，他不止刚刚那个画作，那你看看这个也一样啊，男生跟女生呃、啊、不是男生跟女人，两个男生之间谈的这样的很入神的，去听到底在听一些什么，他也没跟你点出来，但是似乎就画出每一个人共通有。 有的那一份感受出来啊，好像我们就很乐在其中啊。八卦代表的就是什么？哎，你有听到别人的八卦，好像你的安全感就多一点。其实何必呢？别人好，自己未必就是自己不好。称赞别人就是呃，这个赞美。 赞美别人，也就是对自己的另外一种称赞啊！这也是上人教导我们的事情啊！一起共好，这也是很重要。好，那他的另外一幅画里面，他看到也是很多人在这个地方聚集，那是不是八卦场合啊？答案不是啊，是这样子。刚刚我们把它稍微放大，是后面这些人人物啊，都很聚精会神的注视着这个发生的场景。这发生的地点在哪里？法庭里面。 所以杜米埃这位画家很特别的，就是把那个个性的特别面，想办法用一点比较卡通式的、夸张式的方式去呈现。所以请教大家，他在这幅画里面想要用卡通，想要用呃比较那样的一个讽刺性的一个味道去呈现的特殊人物是谁？肯定是他吧？表情啊，看起来就是很奇怪。 夸张，手势夸张，肢体的动作也夸张，脸上啊啊、呃、这个表情也是很夸张。那这是什么？这是律师啊。所以杜米埃跟律师的关系肯定不是很好，他就把律师画成这样子啊。那律师脸上还你看掉下那样的眼泪啊、呃，来博取很多人的同情啊啊、呃，让这些陪审呃。 团的人呢、啊，啊、呃，这个了解到，原来他的要替他辩护的这一位被告，哎、欸，他不是坏人，他是无辜的，哎、欸，他是清白的。其实杜米埃在这幅画里面早就告诉我们他是清白，为什么？他长得是这样子、啊。 你看起来就是看起来就是端端庄庄，好像呃没有些什么样瑕疵的那个感觉，脸上表情也看对，好看起来好像相对是很单纯的那个感觉，但是不是真的这样呢？还是说在这个表情之下也有他的一个很深层的那一面呢？也不得而知啊。不过杜米埃引起心理层次的那一份的一个冲击点跟力道。 让大家可以去想一下，哎，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思维啊！到底我们要相信是那个嘴巴讲出来的东西啊，还是相信他的呃外表，还是外表也未必可尽信？这些都是我们在人事的历练里面啊，也要常常啊有这样的一个啊醒、呃、思啊，好，呃，这个啊、呃、表情啊，各方面啊，呃，这个都是呃。 会透露出一些东西出来。当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这个表情肯定是呃完全呃他不会去骗人的呃，因为他会去呈现说那个不舒服的点。一个七十几岁的一个呃男性病人出现的一个点就是肚子痛，肚子痛，肚子痛的一个位置啊就是肚脐比较靠下面一点的地方，闷痛。那闷痛的时间也蛮长的一段呃时间了、啊，呃这个不舒服、啊，然后更让他觉得也。 我觉得很很、嗯、这个让他觉得呃一定要去看医师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粪便的一个形状也发生改变，不是黑便，哎看起来比较油啊，油腻的那种感觉，所以来来医院看，所以来医院看以后给他做超音波发现怪怪的，再做电脑断层看一看这是脊椎，然后这个地方怪怪的，这确实这是肿瘤所在的一个地方，这是胰脏的。 前面的这个地方，我们正常的时候胰脏在这个位置，这是在胃后面的地方，这是胰脏。那胰脏里面有分泌我们消化道的需要消化的这些呃酵素，透过胰脏分泌以后，透过这个管子胰脏的管子胰管，然后分泌到舌指肠这个地方来。它肿瘤如果在这里的结果。 胰脏分泌的要分解脂肪的那个脂肪酶，它就分解不出去、分泌不出去，于是食物的一个消化脂肪就会发生问题啊，那就粪便解出来就有很多啊、呃、油油的那样的一个成分的一个东西，所以这让这个病人觉得啊、呃、有问题。所以从正面来看的时候，这个肿瘤所在的位置还蛮大的，这、就是胰脏这一部分的一个肿瘤，而且扩展。 往前面这个地方去，舌二呃不是十二指往大肠这个地方过去，然后可以看得到年龄的关系啊，这个动脉硬化的一个情形蛮厉害。这个透过还是还好，这个评估完以后可以手术治疗，把它这个部分的一个呃这个肿瘤切除掉。呃、这个，切除以后这个胰脏。 这个部分的一个肿瘤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压迫到这个胰脏的一个管子，一压迫到胰脏的一个管子的结果，它就分泌不出那样的一个我们分解食物的一个酵素，然后这个往前也会去影响到刚刚讲大肠的那个部分啊，这些整个一并把它做切除的动作。埃菲尔铁塔高度三百米，那我们台北一零一的高度、啊，这个五百零八米。 而台北一零一，大家印象深刻，曾经是世界第一啊，现在排名世界多少？十一啊，维持了六年左右的时间。现在是最高的是，是呃，杜拜的哈利发六百呃八百八百零八公尺，感谢收看。